剧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小猪佩奇给我们带来了一款冰激凌玩具。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彩泥来制作我们的冰激凌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猪佩奇和乔治猪，用我们的这些彩泥来制作各种各样颜色的冰激凌。这是一个紫色彩泥，现在取出我们的紫色彩泥，用我们的勺子划出一个冰激凌。完成，把它放在上面。这是我们的紫色冰激凌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是黄色彩泥。这是我们的橙红色的冰激凌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我们的紫色冰激凌、甜筒和黄色冰激凌。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一款，这是我们的彩泥冰激凌玩具。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小猪佩
乔治猪分享我们的这款彩泥玩具，那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